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七里的早起新闻》，我是柯迪辉。一开始先带大家来关心，第二届梅棒会消息，六个亲人的新欢洪林贤，昨晚执行即庆祝，这是总统蔡英文任内第二摆执行死刑。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这是照程序进行，无针对案件执行。啊，那目前阁有39个新欢但未执行。七日暗时，死刑犯王金贤伫台北家家庆馆，伊是2016年伫桃园龙潭为了梅消失六个亲友的死刑犯。案发了后，王金贤不止无后悔，还佫伫法庭请法官比重仔，讲家己早就想要杀死全家，为一审、二审到极一审，法官全部判死。去年7月执行定检，七日暗时庆馆。只要依法能够查明他已经没有救济的机会。包括没有非常上诉，没有再审，也没有申请到法官会议解释，以及经过特赦，那我们就会依法来执行。法务部表示，执行死刑拢经过严格审核，无特定对象，也无时间表，各符合联合国两公约精神上重大的犯罪，这几件也拢符合这要件。这摆是蔡总统上任了后第二摆执行死刑，顶一摆是台视无假的李鸿基，伫两年前枪决。听到王金贤被枪决的消息，叶家小公无什么感觉。我对他没有任何的期待，什么或希望什么，没有期待，因为我已经不把认为他不认为是家人。王金贤家小公表示，拒绝念伊的遗体。王金贤被枪决了后，台湾的死刑犯为40人降至39人。记者综合报道。当来关心疫情，澳洲疫情继续咧传，西班牙一天就增加864人死亡，啊那英国毛563人死亡，拢创下一天的死亡人数新高。本地伫今年10月份特别举行的温布顿球赛宣布取消，这嘛是温网历战了后头一摆成为疫情取消比赛。西班牙一天又增加864人死亡，创下单日新高，已经超过10万人死亡，感染人数也增加7000多人，已经破10万人。不过，确诊正在隔离的防疫大将西蒙指出，虽然病例超过10万人，不过单日新增加的病例比前一天减少，显示疫情开始稳定。Ahora el caballo de batalla está en conseguir que nuestro sistema nacional de salud sea capaz de garantizar la cobertura adecuada de todos nuestros pacientes y su tratamiento. Sí, me parece que tenemos que conseguir que ese... Para e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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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emos que conseguir附近意大利感染人数破11万，1万3000多人死亡。总理孔蒂宣布延长封锁到4月13日，结果有7万多人感染，死亡人数不到1000。德国政府依然宣布要延长禁足令到4月19日，各行业民众过华节假期唔通出来佚佗。英国是单日新增加563人死亡，创新高，总共2300多人死亡，感染人数接近3万。全球上名历史上贵温布顿网球赛已经宣布停赛，这是自战了后第一摆。取消比赛，也是第一摆因为疫情而取消。另外，今年11月在苏格兰举办的2020年联合国气候峰会，也因为疫情延到明年。记者综合报道。除了在澳洲，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是超过92万例，死亡人数有46000多人。来看详细统计。中国病例有82000多例，台湾昨晚加增加7例，目前有329例。香港是有765例，日本有2000多例，南韩是9800多例。美国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13000例。美国目前是全世界病例上多国家。啊，那澳洲、意大利超过11万例，西班牙超过10万多例，德国有77000多例，法国有57000多例，啊，那英国有29000多例，中等国家一共则是有47000多例。来看到疫情上严重，美国目前的感染人数是已经破20万人，4000多人死亡，佮出现到才多出是6礼拜红影死亡案例。啊，那纽约的感染人数已经超过83000多人，比中国佫较侪，死亡人数冇外过2000人。州长就下令将运动场、篮球场等娱乐场所拢关起来。为加强防疫，纽约州宣布要关所有游乐场所。You
get infected, you give it to someone else. So think about somebody else. We're going to take more dramatic actions. We are going to close down the New York City playgrounds.九六国贸做疫情干部时表示，因为少年人唔听劝，疫情期间又玩拍拍照，也真生气，唔是无原因。在疫情防控中心的饮酒酒，感染人数已经超过83,000人，比中国全国还更加多，死亡人数也接近2,000人。伊有讲，疫情高峰期恐惊4月底才出现，表示要考前一个月，若果无细致，疫情恐惊大失控。另外，全美国疫情也伫失控蔓延，确诊人数伫当地时间初一破20,000，死亡人数是4,000多人。过去24小时高死869人，创下一天新高。康奈狄克州阁出现一个出事6礼拜就死亡的婴儿，应该是全球死亡上少年的病人。副总统潘斯初一表示，美国疫情爆发的模式，甲欧洲上严重的意大利真共款。停止关岛爆发疫情的航空母舰罗斯福号，伫南丁。用紧急下批求救了后，海军总算同意，让大部分的人留存。Already have nearly 1,000 personnel off the ship right now, and in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we expect to have about 2,700 of them off the ship. One thing I want to emphasize as well is that we cannot and will not remove all the sailors from the ship.海軍強調要有人留守維護航空母艦安全，目前93人確診留存了，會在關島的飯店安置。記者綜合報導。做回来关心天气，今日受到东北季风加华南军火东线影响，北台湾有受淡薄较寒。来看详细温度。今日是新兵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受东北季风又拄到华南军火区东线影响，中部以北等半部地区受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日时高温差不多21到24度，中南部高温有26到29度。明仔载东北季风会减弱。北部甲东半部气温会淡薄回升，中南部也是较温暖，水气减少一丝丝啊。不过拜六到下礼拜二，东北季风又阁变强，北部甲东北部天气也较寒，其他地区早晚也较寒。最近天气变化真大，大家出门都要准备雨伞甲雨伞。国内昨下又阁增加7例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而且这7例拢是为美国甲英国倒来台湾的。目前台湾拢总已经有329位感染者。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社交距离的注意事项，室内都要保持1.5公尺，室外要保持1公尺距离。若是讲无法度，都要挂水安。国内武汉肺炎确诊病例阁增加7个人，拢是对英国、美国境外移入，北部4个人，南部3个人，年岁对20多岁到70多岁。到目前为止，国内确诊病例累计总共是329位人。没有本土的案例，好，那这里面今天相对的单纯哈，因为里面这7位里面哈，那机场检出的是5位，好，那居家哈检疫的是2位。七个确诊个案内底，其中第325例甲329例，2月7日到3月30日，甲另外一个朋友去美国自助旅游。第325例伫咧3月23日出现鼻无味的状况，第329例是伫咧3月20日出现鼻无味、食无味、有痰等等的症状。两个人回国一检时阵，主动讲有即挂症状。由机场检疫人员采检通报，若是其他5个境外移入的病例，拢是独立的个案。另外，为着加强防疫的力头。指挥中心也公布社交距离要注意的事情，会分两阶段来实施。第一阶段是宽度，除了在室内应该保持1.5公尺，室外保持1公尺的距离，也建议民众避免参加展览会、体育比赛、演唱会，也别去跟卫生无关系、娱乐等等性质的场所。在咧较挤、无通风的所在，要挂嘴罩。若是无法度维持1.5公尺的社交距离的所在，应该停止营业。啊，若是未来第二阶段强制处分的部分，除了医疗、执行公务、卫生等等的必要性活动以外，其他非必要性活动，特别是娱乐活动，拢总伫咧禁止的部分内底。无法有效维持1.5公尺的社交距离场所，而且没有办法戴口罩，好，那当然就是没有办法好去做相关的业务。KTV 如果能够维持距离，没有办法就戴口罩嘛，好，戴口罩仍然可以唱歌。指挥中心强调，讲有一挂所在社交距离确实无法度做较到，就讲坐稳公车，也是代替高铁等等。若是无法度扭开人甲人之间的距离，就爱挂嘴罩。啊，若是社交距离当时会升级到第二阶段，但是中表示并无具体确定的时间，会照疫情的变化，专家判定来随时调整。记者综合报道。
政府現在建議說保持社交距離，很多百貨公司、大賣場和飯店是都有做好準備，不過所有很多人要排隊店工，若是說人客要包回去吃，很多人在排隊，這恐怕沒辦法保持距離。并将微车汤提出100元放进去，在德国上头前的纸碗里底。欢迎这间停车场为避免甲顾客近距离接触，想出这个简单的防疫收费格啊。这是我们之前简易型的。OK。对，啊，因为这次的五万肺炎，所以我们用长板型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社交距离注意事项，在外口保持1公尺，在内底要维持1.5公尺。台中一间百货公司因为清明连假要办户外活动，为配合政策，在涂骹标记隔1公尺记号。那像这样子的活动举办，一定会有一些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司的这边参与。那其实我们在广场部分也都会贴好地贴的一个部分，来告诉客人，就是室外是要保持1公尺的一个距离。百货公司内底除了爱排队的所在，都已经打隔1.5公尺的等待点，连美食街为亚球会距离，还有饭店出租宴会厅做会议使用，为社交距离，连为拢变甲真宽。确实会增加成本，然后大家一起承担它。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接受面对的，那尤其在这波疫情啊，可能会造成很多的客人他不敢到一般的公共场所去做消费，我们更应该加强我们的防疫动作。真侪业者已经对社交距离做出对策，不过也是有餐饮业者认为，真侪人要回去吃，若是附近的其他店家不愿意被人挡在门下口，顾客都要被关到大路上，恐惊更加危险。有1公尺嘛。啊，问题，咱徛十个人就100公尺嘛，啊，若十五个，阮等下拜六礼拜拢万三百啦。业者承认持平有困难，不过已经在门下口画卡印，每一个隔1公尺后面将立卡印排队，各用电探规划动线，尽力克服政府相关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做回来看，今日报纸有甚款重大消息？《蘋果日報》四天的連續假期，交通部高工局指出，今是國道路南和雙向交通最塞的一天，國道5號路南的車流量會是平常時的1.9倍，早起6點過後就會開始塞車，恐驚會塞10點鐘。自由時報疫情中心指揮官陳時中經過的防疫關鍵14天，昨天是到期了，國內真的確診和居家檢疫人數都出現下降趨勢，但是中央宣告禁止全国禁令会延长到4月底，所以国内居家检疫隔离会更加严格，只要违规一摆就会处罚，阁爱强制集中检疫。联合报已经对三月冲击真大，总统蔡英文昨下宣布一条500亿予台湾行动，其中有7000亿是用在融资，现金补助则是3500亿。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建议讲参考国外，直接发现金帮助民众渡过难关。总统蔡英文表示，进前台湾完成防疫国家队，即马都要开始帮助其他疫情较严重国家。台湾会甲各国合作，各捐1000万个嘴安出去。另外，清明连续假期期间，伊嘛呼吁民众都要保持社交距离。如果没有必要的话，不要往人多的地方去，哈。那跟一般的人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清明四天连假即要到啊，蔡总统提前呼吁大众防疫优先。同时对着即阵的国际疫情局势全球互相影响，敢若靠国内防疫无度阻挡，台湾下一步爱拍国际牌。一关1000万个试验，和美国、欧盟、甲友邦，也支援开展药物甲疫苗的技术经验。前一个阶段，我们组好了国家队，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打国际杯，跟其他的国家一同做区域联防。台湾身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我们愿意尽一份责任，助人也利己。1000万个试验，头一波捐赠是美国200万个，澳洲700万个，还有邦交国100万个。这个关乎友邦84台，加上体温显示器加体温计，而且对象内底甚至包括中国，引起大家关心注意。我们愿意跟世界上任何的国家愿意跟我们合作的，我们都很愿意一起来合作。那我们也不希望这个事情被过度的政治化。
蔡英文强调，台湾爱典型医疗外交，李外交部长是好由世界卫生组织 WHO 加台湾纳入会员。台湾常年被孤立在国际医疗卫生体系之外，也要再次呼吁 WHO 将台湾完整纳入相关的会议机制及活动，让台湾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度难关。疫情影响各行各业，蔡英文也宣布要把纾困总金额提悬到1500亿，政府要做产业和大众的后盾，会加强加速和增加纾困方案。记者宋华报道。除了有症状的人，中国官方对昨开始有另外公告无症状的病例，目前差不多有1360几个。专家嘛烦恼讲，因恐惊会变作防疫空棒。另外，香港昨下增加50个病例。香港政府也宣布，卡拉 OK、麻将馆、夜总会、美容院等拢要休14天。最近国际疫情大爆发，无症状患者恐惊真侪，阮总会超级传播者。中国一直无甲无症状感染者纳入确诊病例。中国防疫专家烦恼，无症状感染的人会真侪防疫缺失，而且病毒潜伏期有3礼拜遮久，未来航班开放会对防疫工作带来挑战。他如果从海外回来，你如果不进行检测，哪怕进行隔离2个星期，他也不发病，会造成一个呢很极大的一个传播的风险。一直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呈阳性，定期检查的时候说非常有一点小发炎。无症状感染者只是无出现发烧、烧脑、疼这症状。中国也加强对无症状感染者的监测追踪和隔离。4月初起，每天的疫情数字会公布无症状感染者的情形。从今天起，将每日通报无症状感染者相关情况，无症状感染者130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1367例。浙江已经宣布加强控管无症状感染者，那发现就送病院隔离14天，再个转往集中点观察14天，总共28天是个性上严格。另外，香港也公布新增加51例确诊，详细下来是1个月大红衣啊。57宗个案咧，就系个40日嘅 BB。咁喺第462宗個案，曾經喺3月20日咧就曾經係見過佢啦。咁啊，好過下。即陣時嘅囡仔情形穩定，而囡仔父母檢驗攞是陰性。因為香港拜年啊，發現一個 KTV 互相消費案件，7人確診。香港政府初一宣布，下晡3点起，美容院、卡拉 OK、夜總會、麻雀館14天未營業。記者綜合報道。再回来看日本跟南韩方面，在日本方看作是大型制造企业经济好歹的日营贷款指数是连续5期拢跌落，嘛是这7年来上歹。另外，在南韩是出现调兵了后，好客人煞逢机事现象。今仔日人真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打击日本经济，冲击着扩大企业对未来3个月经济发展的信心，和企业短期经济观测数字连续5期恶化。4月初日发布的信心指数严重到正做负数的负八，是过去7冬以来上歹的数字。其中餐厅甲大数业者，各位顶一届指数11跌到-59，创下过去上低纪录。現在は国内の感染拡大を抑えることが最優先であります。感染が収まった後には経済を V 字回復させ、再び日本経済を成長軌道に戻す。疫情が改变了社会工作上课的方式，为了防止病毒传染，真侪企业爱员工伫厝远距工作，唔但会当照顾听课的囡仔，嘛真正实施了政府推行的劳动方式改革。いいところは時間に余裕ができるというところですね。通勤時間1日行って帰って2時間かかってたのが、今はその分を家庭に時間を使ったりとかできるので、そこがすごくいいところで。在南韩是有感染病毒治疗了后恢复健康的人受到歧视。釜山大学教授朴贤出门了后拢唔敢用电梯，干来当爬楼梯，嘛唔敢甲朋友握手相揽，唔忙会当照厝和对方安心。But one of my neighbor was screaming that they actually because of your son or our family must be die, so that I can understand why they are doing because it's nervous.
有记者讲，讲毛先生人士的付出，南韩一个60岁车爷爷金炳禄，工作真侪年，辛苦存钱买了3块地，打算退休了后做残疗养身体。伊知影疫情，予真侪人失业，公司倒去了后，决定加上大一块，价值差不多台票1200万到1800万，伫埔州市挖北韩的地捐出去，去帮助经济困难的人，所以受到真侪南韩民众的侮辱。记者连线报道。所以我们来关心东南亚的国家，泰国在上个月26日发布紧急命令，30日开始就要发无要发观光签证啊。在印尼嘛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禁止外国人入境。另外，马来西亚和印度嘛发生群组感染。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东南亚各国拢提出抗疫做法。泰国3月26日发布紧急命令，并且对3月31日暂停核发观光签证。国营的泰国航空因公取消所有航班，而航班减少这多，导致真多外国游客被逼留在泰国，无法度来出境。Woke up today at 5:30 to get here on time, so it's very stressful. I was supposed to be a tourist, enjoying the scenery. Nothing like, you know, enjoy Thailand anymore. And everything shut down. Streets are abandoned. It's not a very pleasant situation.旅游胜地普吉岛3月30日也宣布，所有的公路和水路关卡拢关起来，并且把餐厅和酒吧这些公共场所也关起来。普吉省省长帕卡洪31日下令暂时解除封城一天，看情况和民众进行必要出入。Pemerintah telah menetapkan COVID-19 sebagai jenis penyakit dengan faktor risiko yang menimbulkan kedaruratan kesehatan masyarakat. Dan oleh karenanya,Pemerintah menetapkan status kedaruratan kesehatan masyarakat. Ini contoh Joko Widodo 31 宣布全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同时宣布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邻国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十八号公务集体去为着病毒，有17人确诊。政府随即封锁这栋公务，禁止人员出入，并且出动军警来看顾，也佮提供民众食物。而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一间回教教会也传出集体互相去喂着病毒，已经知影至少有24个人确诊。警方赶紧揪出防守线，并且出动无人机监控周边人员的出入。We are slowly mov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but we need to speed up and we need to do much more if we want to defeat the virus and if we want to support the people in it. This is not a financial crisis. This is a human crisis.对着疫情一直摊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31讲，新冠病毒爆发是自世界大战以来上届严重全球危机，加上造成经济衰退，烦恼可能在全球各地引发冲突。记者综合报道。防疫撇步有真多，在东欧的白罗世家，因认为疫情比其他国家更加稳定，唔那无严格防疫规定，甚至总统各国的民众都在隔离北加，讲会将病毒赶走。不过，在伊朗，所有人去地下工厂买酒来啉，结果是假酒，害死300个人。伊朗是以色列以外，人讲医疗上进步的中东国家，不过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的人数超过44000人，死亡的患者嘛要3000人，拢是中东地区上多。因为酒精是防疫袂当欠缺的物资之一，因为安尼都有网络谣言喊讲，啉酒会当抵抗武汉肺炎。伊朗奉行严格伊斯兰律法。禁止饮任何有酒精的饮料，都和遐个家己酿酒的地下工厂有空旁通好弄。خب عادتاً افرادی که میخوان این ماده رو استفاده بکنن روی میارن به سمت بازارهای زیرزمینی و سعی میکنن که از طریق قاچاقچیها و افرادی که تو به خرید و فروش در واقع این ماده مشغول هستن به اصطلاح الکل خودشون رو الکلی که به قصد شرب میخوان استفاده بکنن رو به دست بیارن.不过，这地下工厂用的不是会当啉的酒精，也就是乙醇，是工业用的甲醇。伊的气味甲乙醇真相像，不过有真强的毒性。那啉落的人，轻食会腹肚痛、吐，重食可能会肾衰竭、青梅，甚至是死亡。东欧的白俄罗斯政府是鼓励人民加啉瓦加来对抗新型冠状病毒。当当真侪国家停止大型的运动比赛，白俄罗斯算是照常办理。总统卢卡申科要来去客串参与，佮讲白俄罗斯是无咧惊病毒来影响。Здесь нет вирусов никаких. Вот ты же не заметила, что они летают? И я тоже не вижу. Это холодильник. Это самое лучшее здоровье. Лучше, чем спорт, особенно лед, холодильник этот.
antivirusное лекарство, самое настоящее。白俄罗斯官方公布的确诊人数是163个人，其中一个人死亡，表面上看起来疫情是无严重。卢卡申科阁因为安尼建议民众，除了啉伏特加，浸三温暖嘛是真有效。当然，这需要时间来证明。记者综合报道。连锁假期为了配合风气，高铁、台铁、高速客运是对昨下开始会要求旅客拢爱挂水安，改防体温。那真有人无配合，唔那未使坐车，阁可能会用处罚。清明四天连假，前一天国道已经真侪车，尤其公路雪水路段，所以一早都已经塞车。国公局预告四天连假，出去佚佗，再加上回乡陪伴人，国道部分的路段会真塞。那双向跟南下的最大量会落在假期的第一天。那全日交通量的部分，大概每天都第一天大概是在124，第二天是122，第三天121，第四天110，百万车公里。影响清明连假回乡前条，各道客运服务也是高标准，车内仍然喷酒精消毒，乘客上车之前也要量体温。甚至要做好社交距离，国光客运推出防疫专车，车内仍然加装透明塑胶隔帘，让乘客能保持安全距离。我们现在都不会在这种密闭空间去做就是进食的动作，这样连喝水都会尽量避免。有那个塑胶布帘的这个车子，冷气系统跟那个座位的气候啊，我们都可以消毒。交通部宣布，从四月七日开始，各道客运代替高铁上车之前强制量体温，而且坐车要全程挂嘴安。不过，甚至上路第一天发生几啊件旅客忘记挂嘴安，被拒绝上车。旅客的体温如果超过37.5度，或者是没有戴口罩，那我们会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旅客就不得进站乘车。不过有国民党立委支持，大众运输系统全面挂嘴安政策凊彩上路。目前每礼拜仅能买到三片嘴安，民众根本未好准备。另外，不只记者强调要等车到才能配合，引起中央地方无强调疑虑。交通部回应，这大众运输系统强制挂嘴安是针对中长程的高铁代替客运。地方政府载运系统是毋是采取同款的措施？尊重地方政府，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令办理。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进前基层员工接待观光局官员后事，所谓的武汉肺炎的风波，这个员工也经过交通部发出声明，强调伊毋是主动去接机，万不定是后事，阁无亲戚关系。交通部是表示，一个代志调查清楚。交通部观光局驻桃园机场旅游服务中心的约聘员工第269例，前一阵仔接待观光局官员为国外倒转来的学生，全去为着武汉肺炎，就连家己才五岁的囡仔也去为着。这个员工伫咧四月七日是头一摆对外发表声明，强调接待官员的囡仔是因为家己工课的责任，绝对毋是外界所讲的主动接机。自头至尾，伊含这个中官的学生拢无熟悉，也毋是人讲的侄孙啊关系。伊讲，伊只要求。有工作稳定，身体健康，陪囡仔大汉。尊讲有人认为伊是伫咧巴结中官，安尼敢会想过叮当？最后伊也向无辜受牵连幼稚园的老师、学生也个家长回失咧。因为观光局机场的主任捌公开表示，这个员工是主观去接机。不过员工伫咧声明内底所讲的话，和观光局的讲法是差真多。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是坦白讲，当初时讲这两案是侄孙啊关系，是因为第一时间收到的信息。并不正确。我一直以为，因为在第一个时间非常的赶，但早上急着跟大家讲，所以他们说有三个人在喝咖啡，所以我直觉上就以为这三个，后来才知道说还另外有一位。到底接机的任务是去防止派，或者是员工主动的，这件代志也未厘清。那事实啊，一定只有一个啊，所以交通部是不会在这一方面亏待我们任何的基层的员工。按269这位同仁。那么其实在我们的人评会讨论的时候也并没有相关的这个处分，因为整个事件来讲我们觉得他没有特别的地方是有违背他的工作。就因为也证实观光局新的人事命令即阵出来，内勤的主管去洪特级改掉兼任秘书，市长的这位主任也去洪调到转去伫咧局内主管秘书的工作。同一个时阵，局长也表示，针对这个员工未有处分，也派专人送慰问金，希望看顾伊一个因囝生活上各方面的需求。
记者阿敏晶、陈玉水、陈信良台北报道。通机场的防疫是愈来愈严格，若是准讲要入去旅客，拢爱防体温，超过37.5度都袂使入去。另外，根据研究，伫机场有80%旅客，伫手顶头拢有病菌。专家嘛提醒，爱较常洗手，会当消毒98%以上的病菌。在机场区为着病毒引起风波，交通部观光局派出桃机员工，传出接待官员染疫的后生回国，未啉咖啡了后确诊，还佫传染予5岁后生。国门防疫空棚引起讨论，因为机场是防堵疫情的第一线，也是高传染风险的所在。在公共场合尽量不要逗留之外，那尽快的离开人群较多的地方，同时要保持社交距离，口罩的佩戴要正确。最重要的还要常洗手。医师一直提醒爱骨来洗手，因为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研究显示，机场内底80%旅客手拢有带细菌，搁接触真侪人甲物件，提升染病风险。运用内挂夹管大滤管，正确刷门洗手，能去除90%以上的细菌。桃园机场面对旅客来来往往，4月初一开始，防疫措施搁升级。要做门禁管制，由原本63个入口减少为20个，进入航厦全部拢要量体温，若是超过37.5度都袂当入去。这边是安全的啦，对，只是说上去是比较密闭式的，应该传染都是密闭式嘛。那进来机场要量体温，然后有红外线这样侦测，你觉得合理吗？合理啊，这确保大家的安全。进入航厦是为了要保护航厦里面所有的人。进入管制区前的量测，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第37条，我们采取了双重的保护措施。目前桃园机场除了每一个航班到飞加强消毒，在开票柜台前涂骹标出定位点，予排队旅客优惠距离，降低传染风险。防疫的路还阁真长，也考验机场的应变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连运动比赛嘛要做到防疫，本地中华职棒要伫4月11日开始比赛，有开放150个，有买贵票民众入去看比赛。啊，毋过即马确定开播比赛是照常举行，毋过无对外开放。中职分流办公会长吴志扬被本地避阻，即礼拜未当入去办公室，以视讯记者会宣布，进行甲各队视讯会议了后，开播前的详细决定。我们4月11号。会正式的开打，而且采取完全的闭门比赛。桃园甲兄弟的开幕战应该在3月14日开拍，第一摆应该举办，后来疫情严重，搁改到4月11日，搁开放150个有贵票的人入场。4月7日搁改变成完全闭门拍。丁化贵也借伫桃园新庄、洲际甲台南四队主场来进行。在有些球场呢，它虽然不开放球迷进场。那他在周边仍然有可能透过某些角度来观看，以至于引起的这个群聚的一个效果。我们也请各球团在场地上面做适当的这个布置。管控全场伫150到200人，只有主场6队入场。记者甲球员爱保持安全距离采访，球迷也禁止甲球员斗阵翕相握手。中职强调一直配合政府，拢先准备好。知影开幕前完全无观众，富邦悍将总教练洪一中讲，也是第一摆拄到这种情形，甲人提醒选手专心伫比赛顶关。状况来的时候会紧张，然后我们会告诫选手说你就当作没有观众这样。但现在真的是没有观众了，我们是教练的，我们只能这样盯你。真的是不是可以做到这样，当然是选手的感受比较重要。中职将做全世界第一个开派一帮，按哥吴志扬表示，那是有一天政府宣布免外出，都爱停赛。那对职员染着疫情，或者是对职员的厝内底人染着疫情，要停赛偌久，会赶紧甲专家请教，提出应对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有一个查甫人，伫检疫期间偷走出去2摆，新北市卫生局都该罚50万。啊，那伫台北市是爱检疫人失踪79点钟，嘛方罚100万。疫情指挥中心即马表示，即个居家检疫人即马只要一摆违规，就会送集中检疫。
警察挂嘴暗甲薄灰目镜，伫即个穿黄色号码的查甫人引导门卡口，甲伊撞着。即个查甫人原本应该爱居家检疫，三十几天未阿妈，煞翘倒摆出门食火锅，全部去予监视器翕落来。出外要五点钟的时间，这已经毋是伊头一届伫咧居家检疫的期间偷偷啊走出去。出去的时间有超过了两小时，啊，所以这边罚20万。那另外的话，他是第二次外出，所以再加10万，所以重罚他30万。佮加上前一届家己凊彩走出去外口运动，即个查甫人违规两届，除了被处罚50万，佮叫卫生局的人员带去集中检疫的所在。期间检疫违规的案例一直在发生，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才已宣布规定变严格，只要违规一届，就要集中检疫，而且佮要付出代价。如果他自己在居家检疫没有办法洁身自爱，那为了整个社会的成本，直接送到集中安置。而且在集中安置，当然他就不能够领这防疫的补偿，而且会加征其必要的费用。另外，表列有一个泰国的女性违反居家检疫规定，出外要到9:30，去予卫生局的人员处罚30万。就惊讲这女性无来罚金就离境，卫生局嘛来另查因应。外事科这边也联系跟我们法院的行政执行署这边，请他们呢，就是说能够做一个注记，限制他出境，然后包括后续的一个追缴。台北市卫生局初二嘛开出第二张100万的罚单，一个对中国北京回来的民众。3月21日入境了后，就失去联络，要到79点钟，警方落尾伫咧网络咖啡厅找着人。卫生局认定这个人无顾民众安全，影响防疫部分真大，因为安尼当当甲伊采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疫情期间，有人是囤嘴安去乱花给咧卖，冇人利用网络伫卖嘴安，煞甲民众钱骗着了后，人就消失。虽然讲刑事局会甲案件办甲清清楚楚，唔过嘛提醒民众，千万唔通利用疫情来变鬼变怪。防疫期间，嘴安甲酒精正做民生必需品，唔过有诈骗集团伫网络平台加心卖嘴安，收钱了后就无看人，至少80人受害，有人囤了真侪酒精甲嘴安，才防疫无足，刷来则阁碰价卖予别人。总共查获口罩4257个。那酒精1399瓶，那在网络上高价贩售，或是有无故来囤积这些防疫物资哦，可以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获得并科500万以下的罚金哦。品行无好的人想要发国难财，根据警政署统计，1月23到3月底，各机关受理46宗囤嘴案，还有碰价卖嘴案的案件，有10件以上发办。反诈骗咨询专线受理甲嘴案相关案件也超过300件，其中以假网络拍卖上多，就是因为卖嘴案正做全民运动，要网络诈骗。开放网络用订卖嘴案了后，要诈骗情形。接到电话说，请他到 ATM 进行操作转账。或是说请他提供个资要进行核对，口罩2.0不会有任何的政府机关打电话给你，包裹已派送请查收，而且后面还有一些可疑的连结，注意这个连结千万不要点，我们口罩2.0的简讯不会有任何的连结。关于我们国家元首的，还有关于我们武汉肺炎的一个不实的讯息，但我们发现说这个讯息的内容和客观事实背离太远，如果这样的讯息会处3年以下的。全民防疫这时阵，唔呐诈骗真多，假信息也真多。要推特号头提出总统蔡英文甲前总统李登辉的合成相片，乱编肺炎相关的不实资讯，调查局也来查处。同时也提醒，任何疫情相关的假信息要蹲不住，也够利用疫情来诈骗这犯罪行为，拢会加重处罚，呼吁民众千万唔通安尼做。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天气是一睏啊寒，一睏啊热，影响蒜头收成。分店的蒜农表示，今年蒜头大细粒都差真多，整体减收30%到50%，量少，价少悬，搁惊会去人偷去。警方目前嘛增加 AM 去巡蒜头园的路线。伫过日啊，看手农几百人伫横里无闲，甲蒜头枕头起尾，蒜头一刀一刀收。不过粒头大细有真差，整体比去年拢较细。富林当时的蒜农表示，今年受到气候的影响，平均的产量减3到5成。应该是差不多损失3成至5成。迄阵过年迄阵哦，有一间生火啦，啊，可能完了污染。啊，拢损失，即摆上少也损失有30%。蒜头遇到这个要采收期前呢，那结种的时候就是
要有一稍微一点点带啦，你不能太强，要慢慢啦。但是今年都是很酷热啦。云林镇蒜头超过4000公顷，产量占全台的8%。蒜头惊热、惊雨、唔惊寒。今年蒜头咧结的时，温度超过24度，地处蒜头无啥会大，但分地减收要1000台斤，量少价少高，恐惊会互人偷摕。为着保护蒜农半冬以来的心血，台西警方也加强巡逻。对这个蒜头的采收期哦。我们各所会针对我们辖区的蒜田哦，来做一个那个专线巡逻，特别是加强深夜的巡逻。重点地区我们会设置爆闪灯，然后增加警示的作用。另外一方面，疫情正在退烧，一般认为蒜头会当促进身体健康，需求也增加。价钱比去年起40%，单卖一斤差不多35元。虽然价钱好，唔够量少，农民收了加减补贴，勿忘插头卖来倒收。记者综合报道。惊讲向偷袭的狗西瓜，通常差不多伫清明的时就当收成。暗过农民煞烦恼，辛苦种的西瓜会向偷袭，就伫田的四周围大篱笆，要来保护因的心血。农民甲一支比人搁较悬的地瓜插伫田的四口内等，搁甲布棚摕出来围，就是要保护特别收成的小红西瓜，卖掉插头。惊人偷拍。偷拍啦！啊，你讲讲安尼，迄个宽度敢有够？有啊！农民唔呐，惊辛苦种植西瓜去红头边去，佮惊鸟鼠、害虫吞打因的心血。这个是农民会当围棚啊，迄个野棚会顶啊，野生棚有无？伊个改顶嘞，怎啊内底生虫啊？怎啊也佫繁殖啊？迄细粒顶嘞就烂呀，就不好呀。清明节进前就做吧。人来讲，车唔比伫市面上讲人。就大卖哦，因为七轮瓜在咧卖啦哦，迄也无好食咧。农民差不多拢是伫咧旧历过年迄个头前西瓜，安尼伫清明的时都有通收成。使用西瓜这款品种的果，唔免收费心神，唔过品质也袂好。一株西瓜干那通捞3至4粒果。农民表示，遮个西瓜过几工啊，就有法度收，总是大篱笆甲田围起来较安心，才袂好半冬的心血拢乌有去。记者综合报道。北新丁埔到达已经4年关，也有真侪受伤人搁伫福建。27岁黄品如就是其中一例。为着卖互亲人烦恼，伊家用半年福建，就登去伊上爱舞蹈团。即马伊搁替新障者设计课程，帮助伊运动，找到自信。坐伫咧椅仔顶头，带身体比较较欠缺的时段做运动。27岁的舞蹈老师黄品如真活泼，也阁充满热情。不过伫咧4年前，伊才拄为大学毕业，迄当时真不幸伫咧北新颠簸意外，身体有超过一半的面积烫着伤。即阵会使重新站起来，黄品如讲，即一路行来非常的辛苦。当然，一开始跳舞其实是很痛苦，因为脚没有办法承受我的身体的重量，所以它就会麻，然后会痛会痒。可是那时候就会觉得说，我想要恢复到正常的状况，加上就是不想要让父母担心，所以我就会希望去跳舞，然后让他们看到我跳舞的样子很开心很快乐，让他们知道其实我没有那么的辛苦。一句为着不爱吼出来的人烦恼，黄品如只用半年的时间复健，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势，重新回来跳舞。伊唔呐把舞蹈当作是复健的一个过程，伊还佫设计体适能的课，要让身体协调性较歹的新众朋友也有适合自己的运动。我觉得是团体，然后老师。只有带动，然后我们比较有动力啦。虽然就是坐着，但是其实脚的部分他们也是可以做运动，活化他们的一个机能，然后预防他们的一些老化。短短3个月的运动课，学员拢真欢喜，也是伫咧黄品如的领导之下，享受跳舞的快乐。黄品如行过黑暗，未来伊希望会使用坚定的信念，拼出家己的一片天。记者综合报道。现在因为疫情关系，很多餐厅都不开门，在台北也留在餐厅。宣布对4月初开始，员工都减10%的薪水。另外，国内有北京的连锁的餐饮公司是做会推出联合品牌餐点，在线顶入门都专人送到位。超过70年的时间，真有名的江浙菜馆营业。过去伫咧食饭的时间，人客真多，想要订到位是真恶。即马受到疫情影响，店内底空空，逐个月营收敢若剩10%，已经袂堪折，所以决定从4月初开始，所有员工减薪水一成。也大约是在1000万这样，3月份大概就只有180万。供体时间嘛，那可能所以会稍微的薪资稍微减一下，
有餐饮业者透过减薪水来降低营运成本，啊，不过毛其他真有名的餐饮连锁品牌，总共八间业者共同组成餐饮大联盟，来拍团体战，三联合品牌做合餐，强调讲伫咧山顶煮饭，有专门的人会送餐，唔免出国，上准居家检疫的商机。每一家呢都推出了两到三道他们的招牌菜，整合在一起，从早餐、中餐、午茶到晚餐，网络商店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样的商品组合，直接在上面下单就可以帮你宅配到家里去。本来是传统餐饮业，经济部嘛便医生协助业者数位转型，投入去1.25亿的经费，补助11,000间的餐饮业者，加入去外送平台，每一间补助金帮15,000元，另外嘛编辑也来补助小卖业，协助因个产品送去电商平台来卖。伊计有1,000间的小卖业受惠，每一间业者上济补助的金帮是100,000元。有人大概基本费也不收了，上架费也不收了，基本上就透过交易笔数来抽成。收费形态呢，各家有各家的设计，而且基于商业自由，好，我们原上不做设限。在这次疫情内底，餐饮消费来输行的产业受伤上严重，变作重灾区。业者表示，虽帮政府纾困的医生补助，啊，不过加减有帮助，伊嘛真拼死伫救家己。透过减薪水无薪假，或者是拍表转型刷新的产品，敢若希望讲会当冻结疫情结束，店头也阁会当继续做生意。记者综合报道。这个影响实在是真大，在3月底已经有308间公司被通报被放无薪假，实习人数将要8000人，是比顶回公布的数量增加一倍，这嘛是这八年来上严重的。其中卖家甲旅馆业就占超过30%。台北市西门町旅馆真多，暗过受疫情影响，看无塞行李的外国游客进出。劳动部指出，大部分的业者是予员工每个月减班5到8天，相当每礼拜少上1到2天的班。所以这一次通报里面的话，餐饮业我们看到也有属于在百货公司里面的有连锁的哦，各个商美食街有商店的餐饮业，那旅行社这都是直接重灾区。劳动部为4月开始减班休困公布，会为每个月2次减少成1礼拜1次，各增加产业甲管区分布。旅馆业者烦恼，刷入去放无薪假的旅馆，每个月至少拢会各增加1到2成。旅馆业就是底薪充电价了哈，每个月都会成长10%到20%。我们有专门在接待日本的这个观光客的旅馆哦，他们的冲击是最大的。疫情继续扩大，全球产业链也受冲击。今年劳工受益奖金恐怕也因为疫情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针对大学100人以上课程，或者是伫咧教室内底无法度保持一定距离的课程，都要求爱调整上课方式，亲像是挂嘴安分班上课，或者是用线顶教学。超过50个学生坐伫咧教室内底。手若是伸出去，就会吸到同学。三月初大学拄开学的时阵，还阁会当安尼上课，因为即卖疫情升高，大学嘛在咧调整。同学大学为3月20日开始，那90个人以上的课，拢用远距离的教学。大班的教室就是一定都是远距。那另外的话，如果通风不好的这个教室，我们全部都是调班。远距之后，它就有空间会出来。世新大学3月23日开始，100个人以上的班级分作2班。一半的学生伫教室内底上课，另外一半的学生咧厝内同步用线顶来学习。伫咧实践大学学生讲，有的课已经用轮流的方式隔礼拜来教学。就是那一班人数比较多，所以有改单双周，就是这样一班人数就会变比较少。就伫指挥中心定出社交距离的指示了后，教育部嘛发布相关要注意的代志，针对100个人以上班级的课程，或者是教室内底无法度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都要用分班、远距离上课，或者是挂嘴罩的方式来应用。我们现在就是把那个教室的位置哈拉宽了哈，学校的上课的学生哈，并没有说强迫他，因为买不到口罩，我们也没办法强迫。但是还好，看起来，目前为止哈，几乎是全部都是戴口罩上课。教育部指出，这些措施伫咧学校监督之下会当直接执行，若是指挥中心有定相关的规定，会进一步发布幼路的规范给学校。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真侪人即马拢改去户外，欢迎红林细菌都飞来滚到家，正喊咧看白头鹤，是冰柜的一款植物。即马都袂少爱鸟的人，专工去遐欣赏，佮因翕相。
徛伫咧田里，即几只鸟啊，唔是白灵丝，因为乌色的粉丝，敢那有颔棍顶冠是白色的，所以红号做白头鹤。全世界存无一万只，是予世界濒危物种红皮丝列入去名册真稀罕的鸟啊。听讲出现伫咧花莲，这鸟又着赶紧去翕相。他们都以为是火鸡，我们的老师跟我们讲说是白头鹤。哦，它好像很稀有哦。很稀有，它是一级保育类。哦，因为气流的关系啦，可能被带错了。嗯，跑到我们这来，迷鸟这是最多的一次，以前都只有一只啦，两只啦，啊，这是几只？七只，七只哦。白头鹤是世界上体型上小的鹤，分数有一公尺长，体重3.7公斤，是够顶开有1.87公尺宽。真机灵，不过真无胆。平常时啊，歇伫咧湖边、河口，也阁有弄地，是食鱼啊、虾啊、甲虫拖。伫台湾算是真罕见的鸟啊。它的繁殖地是在西伯利亚，那这主要是冬天的时候，他们会迁徙到比较温暖的地方避冬，不会经过台湾。它因为来到台湾是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根据记载，白头鹤在台湾出现的记录有58次，这届拢总出现7只，是上多的一届。学者观察到，这群白头鹤应该是一个家族。而到飞去到花莲凤林镇了后，就愈来愈侪人来看。野鸟协会呼吁民众唔通惊到这个鸟啊！记者综合报道。新冠病毒嘛威胁登桥机关，为了保护住伫内底老大人，加上要去看亲人，即马嘛有限制。香港有照护中心，就用智慧型的机器人，用视讯甲其他的服务，互家属买单放心。新型冠状病毒传到全世界，身体虚弱的老岁仔人是重点的保护族群。伫咧香港一间照护中心的智慧型助理机器人，会当互住伫机构内底的老岁仔人甲家属保持联络。佫会当减少无必要的接触，降低感染风险。呢个疫情嚟，对于我哋老人院，其实我哋都喺年初啦，系唔俾探访嘅，已经系。咁当然，如果唔俾探访，啲老人家当然有少少唔开心啦。咁我又透过呢部机咧，就可以有个视像个探访功能啦。咁等亲友咧，可以唔需要喺你面前，都可以面对面讲到沟通到啦吓。一台机器人叫做 Tammy， 是以色列共名公司研发生产。除了视讯服务，阁会当提醒住伫机构的老岁仔人做日常活动，亲像洗手、做运动。我哋喺呢个农历年初嗰时咧，就已经引入咗嚟噶啦。咁佢本身有一个巡逻功能啦，即系视像会议啦，另外巡访啦，另外佢有个网络媒体嘅里边，可以睇到啲唔同嘅网络资讯啊。另外就除了呢功能之外咧，遲啲都會有探熱啊，可以幫老人家遠程嚟探熱啊。另外就可以運載一啲簡單嘅物件啊，嗰啲功能嚇。即陣香港政府設置檢疫中心，隔離感染風險較高嘅人，也建議民眾唔通去人濟嘅所在，出門就要掛嘴安。在這個疫情的關鍵期，智慧型助理機器人變作是老伙仔人防疫上好嘅陪伴者。記者綜合報道。防疫可能冒一寡问题，印度这个国家伫封城了后，平常时我靠做山工过生活的人，即马是无收入，无得食饭，专家烦恼，因可能去向感染症前得先饿死啊。印度从三月二五开始全国封城，卫星德里到孟买到班加罗尔所有的都市活动拢停起来。平常时乘客火车月台甲公车站，这时阵也拢无人，市区无啥物车，就算塞车或者是骑车出门，也被巡逻警察班扎控制。唯一看到排队的所在，只剩超市甲卖场。不过这种情形当然对经济发展不利。上受影响的就是靠做线工，领一工薪水底层劳工，伫工厂被迫关门，运输中断，送货暂时停落来之下，靠开卡车生活的波伦达，伊无收入已经要几啊工了。铁公路交通全部停驶，新德里一挂为增加较多市做工的人，甚至要行几啊点钟才能回乡。国较早实施全国封城，北非国家摩洛哥情形也同款凄惨。做布棚的莫拉德接无订单，不得去只好关工作室。不过也无资格领每个月200美金的疫情失业津贴。عندي الماء عندي الماء والضوء عندي المدخول ديال الوليدات المصروف
وكل شيء تشي ما تحس ما متوفرة وكنتمنى الله الخير وصافي。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全球21个人做非正式经济活动。印度缺少工作保障的卡车司机，摩洛哥开店做布棚的人，因平常时对经济做出实际贡献，但过在疫情来的时阵，生活马上陷入困境。病毒这时阵也显示散车问题残酷。记者综合报道。新闻最后，咱来看天气。今日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台湾水气较高。明仔载东北季风减弱，气温会淡薄回升。咱做伙来关心今日各地天气资料。北部地区是16度到23度，中部地区是18度到28度。南部地区是19度到29度，东部地区是17度到24度。外岛地区是13度到24度。感谢您收看今日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再会。